好，Hong Kong Singer Channel 嘅聽眾你哋好啊，咁啊，我係 Roger Chong 鍾一樂，咁今日咧我同 Jazrael Lucero 喺度咧，就要介紹呢一隻碟，我哋全新嘅大碟叫做 Songbook 歌集啊 ，So maybe you can play a little soft music at the background， 咁啊呢一隻碟咧係點樣整成嘅咧？點樣製作嘅咧？就係、是、其實成隻碟都係由我啦。同埋 Jazrael Lucero 兩個人一起去錄音，咁啊每一 take 咧都係原汁原味咁樣去呈現俾大家嘅。咁我哋就揀咗，即每一隻歌咧，我哋都會揀一 take， 我哋覺得最好嘅就呈現俾大家。咁裏面啲歌咧，咩為之歌集咧？好多人都會問嘅，就係、是、其實我哋想做一個 Hong Kong songbook， 就係香港屬於香港嘅歌集。咁所以咧。選曲方面我就選了每一個我很欣賞的作曲家，香港的作曲家的一隻歌，例如會有什麼人呢？會有顧嘉輝、許冠傑、盧冠廷、林子祥、劉以達、黃耀明、林敏儀、林一峰、柳仲賢，還有這個張佳添和蔡德才，同埋我自己咧，亦都作咗一首啊，仲有一個鐘兆峰，千祈唔可以唔記得佢嚇。咁啊，我自己作咗一首啦，叫做《星星夢旅人》，就係、是、想將呢一隻歌咧，獻俾呢一啲嘅作曲家。當然唔係淨係佢哋啦，香港好多好多作曲家都亦都係即係 in tribute to 佢哋啦。咁亦都用《星星夢旅人》，希望可以送俾香港人。其實因為當我哋去懷緬過去嘅時候，我希望不是只是懷緬過去，而是我們想回轉頭會不會可以溫故知新，亦都是給到我們一些動力，記得回以前那個初衷，給我們動力繼續去走未來的路。那麼在這裡我唱一點這一隻《星星夢旅人》給大家。送俾香港，香港人都有屬於自己嘅香港人嘅歌集。Thank you。